休んで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な。开始了吗？家里有个抽整蛋吗？真的吗？开玩笑，工作就是要抽整蛋啊。OK， 好的，大安大安，今天的话我们特别那个死胖子威力不在，原来平常是威力、啊，对，平常是威力，我们今天请到特别让我们的 LZ 来跟我们一起 gank。Hello LZ， 我们今天呢要玩的游戏是长子骑士团，那长子骑士团呢，相信大家可能对有在玩的会对一位人物很熟，就是康尼，应该知道康尼吧？他这个游戏很丢。他很牛，然后他还自己创工会带领大家。对啊，好，那今天其实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内容，就是其实最近那个长子骑士团呢，吼天下 Saga 他跟那个 Demo 有合作的一个新角色，对，有合作的新角色 Demo 呢，应该知道吧，就是我们雷亚对不对的 Demo 的游戏，当然也是我们六探探。之前公司的作品，对他的作品，所以我们就先来看看。转到我们家再转好了，我们先来看看这样的角色如何。漁師として休んで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な。Kenata， 有没有？有没有？这四只角色都是 Demo 里面的作品。所以这就是放四只的。对啊，这是有四只角色，昌尼已经帮我们练的一些等级了。S number， 就是你了 ，Demo 先生。这是主角。奇妙的钢琴家 Demo， 而且。他这只是剑嘛，就是攻击横排的。他每只那个苍骑士团的属性都有，攻击横排的、啊，枪兵就是突刺，攻击直排的。那我比较好奇他的语音是怎么样呢？让我来看看。真的没有，真的还没配，真的没配。好吧，他是剩钢琴声啊。其实他里面。应该也是没有配音的台词 ，Demo 这个游戏，它音乐游戏嘛，对啊，可能也没有这个台词，所以没有这个东西。好，我期待一下，我说会不会用那个中文来讲话、欸？那就好玩喽。我干脆不讲话了，干脆不讲话。因为我们看一下那个本来的角色，看一下主角，这只我记得没有错的话是主角，我们的主角零七的领主，他的名字叫做主角。真的、啊。这自己取的吗？不是，他预设系统叫主角，因为他的名字。玩家的名称跟他的那个领主名称是领主的名称是不是其实是不能改的？对，所以他这边都会显示主角，然后别人会叫你另外一个名字，但你自己又取了一个玩家的名称，这样我记得是这样啦。俺はこの欧米の領主だ。俺の決断が。他是一块领地的意思，然后他爸爸因为在那个某一次叛变中被杀了，所以他现在正承担着他这个领主的一些事项这样子。那我觉得，尤利对剧情的。看得重不重？就你玩游戏，你觉得剧情重不重？我觉得剧情蛮重要的，剧情，然后再游戏性嘛，就剧情跟游戏性嘛。对，对啊。那这一款其实像 Sega 的作品很多都是他们的剧情量都很丰富的。嗯，像你应该听过那个 CC 什么《Chain Chronicle》《锁链战记》，《锁链战记》对，《锁链战记》还有这个《火焰山 Saga》，其实他们的剧情都还不错。休んで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な。そう、所以我们就来玩玩看。クエストに行くとしようか。从头开始。没错，我们从头来体验它的赎回消费 A P Z 了。早爱好一，哦，这只角色，哇，之前玩说没有啊。我们这是新的活，现在活动的东西就对了。这应该是别人的角色。Oh, 好，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用的就是 Demo 队，秋吉。那么他的剧情呢？我被我的村子啊，领主上吧。复活。对啊，他的特色就是。反正还是就是一个奇幻风格的这样的世界，对，然后会有一些魔法啊，或者是一些魔物怪物的这样的东西。你看，跑出魔物的泉水，最讨厌的东西。这小孩子知道还真多。
这是他姐姐哦，应该不是吧？是你的妇人吧？姐姐是另外一个啦。哎，这个姐姐年纪也太大了吧？不止年纪大，这个身材也挺大啦。Nathan， 太阳已经升得这么高了，宅宅猛猛的。嗯，那这是他的那个灵物吉祥物。突然就进战斗哦，这个 demo， 哎呀，这是个普通故事。battle， 按到什么东西？自动战斗。它的这个其实玩法因为是九宫格嘛，所以然后每一个角色呢都有自己的攻击的范围，嗯，所以你就等下针对他们的敌方的牌坊去打，像这个像亮起来就是可以打，像这四格的我用锤系的我就可以一次打四格，哦，锤系，对啊，然后它旁边就是那个九宫格就显示它的攻击的模式，没错，你就知道这样子去配合技，然后一次我打四格就直接死掉了。他的策略性在这里面，像这个三个，我当然用我的那个横系的剑士杀一次砍三个，然后流亮起来，他就是他有点像以前的那种，就是角色的量表，嗯，你行动表啦，就是你要到达的时候你才可以动哦，对，你才可以动，才可以决定你的顺序，那敌人一样的，就是有一个所谓的类似速度值的东西，嗯，没错。就在很早期的一些 RPG 很常见。我的戏，大招就全场全地图就对了，他就没有看攻击范围。有大招其实也有，升级了，大招也有，到时候他有每一个不同的那个哦，每个大招有大招自己的范围，对，大招不是有十字的，有就 X 的，有什么的，普攻又是分开，是不一样的，普攻是不一样的。然后像每张过一个剧情就会一次战斗这样，哎，这是里面的女仆，唐先生，马里奥斯，马里奥是谁啊？我还以为是主角朋友啊，算是，而且他其实是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对啊，我想说怎么是他在引导剧情发展的感觉？对他是我们的名字，宅宅萌萌，宅宅萌萌。主角的名字，他其实是个男扮女装破梗，破梗，反正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大家自己知吗？有机会自己去找，反正他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就对了。越后面他的那个，就大家就会知道了，就是非常青春，现在非常流行的男扮女装，不就是一包吗？嗯，没错。他不是男扮女装，他是女扮男装。男扮女装就，我说错了是不是，他是女扮男装啊，说错了。对。哎，听某角色，真的是风格不太一样。美术风格，真的是不太一样。没有啊，因为他本来的造型跟本来的人物不太一样，对啊，所以当然会有点不一样。不过 crossover 就是这样子啊，图一个那个对两个作品支持的那个，对，吸一下他们当两边的粉丝这样子。有喜欢的像快打旋风啊，这个什么跟怪物弹珠啊，哦，超美节操，各个游戏都会有啊，都有。对啊，那就不会特别去改人家风格啊。对，他刚赢的时候，他说哇，他是最后一集，他就会出现，他就会，他就会讲话，对对对。我有一个觉得小马特别版，我没有看。其实我那当初玩这款游戏就真的是，基本上都在看剧情啊，因为我觉得剧情算蛮多的，虽然说也是蛮傻狗血的故事，反正就是。复仇，对对对，你先一个起头，直接马上一个转折，年轻的领主就要重新出发了，急转直下，没错，那他就有一个深仇大恨的那个敌对的地方要去复仇，啊，孩子又不见了，啊，什么呀，宅宅萌萌的大人，不厉害。章节奖励。哎，圣王石，想要圣王石。广场大家最喜欢看的就是什么？妈的，超转蛋！
最喜欢看人家花钱。没错没错，对啊，啊，忘记宣传一下今天的活动喽！火天下 Saga 苍之骑士团的好看活动，在我们的指定po文中回复玩家的游戏 ID， 就你们的 ID 啦，即有机会抽到苍之骑士团的抱枕。哎，哦，抱枕，对，哎呦，那种大是康尼的抱枕吗？里面角是那种可以那个有两层套子，可以穿门采访的那一种吗？我家没有抱枕哎。你家没有抱枕，你不习惯用抱枕？那你有没有什么可以抱的？比如说外套啊、被子，有些人喜欢抱着睡觉。我抱枕头哎，棉被。你有抱枕头，所以你有两个枕头。对。你有两个床上两个枕头。对。你是睡单人床还是双人床？双人床。哎呦，那不错。跟我一样睡双人。哎，可是我问一个问题，双人床的话，你是睡哪一边？正中间，左边还是右边？中间偏左边吧。中间偏左边，你的右边是墙吗？没有，两边都不是墙。两边都不是墙。对。哦，两边都会掉下来。像我的右边是墙，可是我都睡左边，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一定。就是超级习惯，然后都一堆堆在右边。有时候想一想，会想说换一边睡觉好了。换一边睡觉。对。换一下，那你有没有颠倒睡过？脚睡头，头睡脚。没有没有，这个就比较少。不会特别颠倒，因为他那个床有一个床头啊，还有一个床头柜，所以就不会特别、啊，就不会特别说去反着他去睡。OK， 我每次都是不小心直接睡着的时候会颠倒睡，超不好睡。哦，就倒下去就睡着。因为我的插座在脚那一边，然后我就插着，然后打一下那个游戏，然后打就干嘛就直接睡着。哦，我偏左边也是因为我插座比较偏左边，所以我才会比较靠左边睡。现在大家真的是在床上面爽爽的耍废。好的，我们来转蛋。这次的阵容啊，促销合集包。对啊，普通转蛋，当然是这个啦。十连抽 SR 一张确定 ，Go。SR 不是 SSR。欸，他 SR 就已经很高了 ，SSR 好像不多哎。SR 是一定确定的。那你有没有抽 SSR？ 它就是一个保底就对了。好热，确实的。あなた強そうだから。だから、私じゃ助けにならない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でも、強くなってアルノの力になり。我会加油的那种角色。可是跟他的那个画像感觉有点不太搭，有点像开朗少年的感觉。哎呦，罗莎莉。私の耳は狙った獲物を逃さない。你也太瘦了吧！心を殺して多吃点红米。目の前の敵を倒すか。哦，难得。君たちのことは理解しているつもりだ。你不最喜欢男的吗？不喜欢女角。私が協力に与する人物だということも含めて。中二男角。中二男角。这种游戏一定是女角比较多，不意外。一定是的啊。妈 ，Sophie。啊，这个脸我喜欢。男のあなたに協力するのは不本意だけど。你看看，对，身为男人，你不做并非的本意，傲娇型吗？对傲娇，他想太多，没错，不要故意傲娇的。这最可爱了，看板娘嘞。果然十只有九只吗？女角，真的。又是一个讲话太帅的人。哦 ，SSR 哎，出现了 ，SSR 就是超级男角啊。红之武神 ，Gilberto 重装呢？耶！お前の器、俺が見定めてやる。俺が使えるにふさわしい男なのか。不同的侍奉啊！哎，他的哎，而且他的骑士传第一话叫女人的气魄，哎，为什么？为什么？好好奇啊！又是一只女角。对。私を頼るなんて、ま。哦，吸血鬼。所以这个国家还有吸血鬼啊！种族很英勇的嘛。次の旅路には、あなたにも協力いただけますか？だって、あなたの血があれば。对啊，可是我都抽的角色啊。对啊。好像没有，好像没有看过。我说就跨种族啊。哦，所以 SR 就含一张 SSR 就对。如果你的运气够，就变 SSR 了。照理讲是这样，可是照理讲不应该全都啊。反正就是必定一张 SSR 以上，以上，那可能刚好我们这次就刚好抽到这张 SSR， 好了，马上来坑坑坑坑，斧头，他锤系的就一次可以攻击四个。漁師として休んでばかりはいられない。我想要，我们来打他的女人的气魄吧，看有什么不一样。怎么，这他是特别章节就对了。
每个人都活动章节啊，好像也不能。我想一下是要干嘛才能打？好像要进化以后才可以开放。他刚刚是打属性的吧？对。好吧，好像也不能打。白超，白超，哎，帮我们打这只吸血鬼。哦，是每一只角色，它这只角色有自己的额外剧情。对对对，额外剧情，对，每一只都有。你知道再烂的也有，所以它的剧情量真的是还蛮多的。剧情量高。嗯。可是这些角色是本来就是本传故事里面会有角色，还是就是随意放出来的、啊？有些是本传里面会出现的、嗯，那有些我是没有看过，所以不知道。哦，就像是支线一样，然后他就是放角色自己有自己的关卡，让你去认识他。嗯、退之吸血鬼委托的、啊，他每个是角色都有他的其实传。那他这样其实很好扩充，你就随便出个角色，对，认识角色，魔人、狼人，然后就在弄，然后跟主角那个撞在一起的故事。马里奥是最怕的魔人。哎，为什么吸血鬼城堡还是哥布林？永远都是哥布林，永远都是哥布林啊！喂，说好的蝙蝠呢 ？Come on。君を傷つけさせてはしない。で、本传通常其实的高都比较弱一点。对啊，因为它是扩充，对，已经扩充变成剧情。他们不希望大家一开始拿到，然后最后就没办法。他们在想，因为角色是新的嘛，他是怕自己角色一开始也没有这么多好的角色，又不是本身还可以卡的乱七八糟，很奇怪。放置交叉，新三个就是 X 啊，嗯，所以看他站的位置去放。然后上面有那个格 HP 回复啊，你如果站到的话，就会发动那个效果。所以不就像站到，然后伤害还可以站三下，伤害三下，所以不是一直点就好，有时候你要看一下上面下面的格子，对应的格子的技能，对啊，必上加加伤害，伤害前面的话就要去抢。不是 NPC 这样讲话 ，NPC 他就是他已经有一个保底时间，对不对？不会让他说特别快。对啊 ，NPC 说他自己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哦，所以他也会站到你的格子啊，所以你很快。哦，对，他时间一跑完就会那个，对，他时间一跑完就会上去。难怪会预留后面几个让你看，说要不要先让他。对对对对。好了，大概就是如此。这支游戏其实我那时候当初还玩蛮久，而且我玩到它的故事章节之后，最新的传到最新的，后来更新的就换就比较少去碰。像这个游戏其实是我觉得是很有诚意的手游啦，就因为一般手游来说很多根本没有故事的，对啊，就叫你打氪金，然后晋级。那像他这种故事就是你边打边看，还蛮舒压的。现在手游是越做就觉得我为什么不玩 PC 就好？又玩不玩 PC 就好？他做到都是很接近 PC， 但是他就是剧情有，然后配音也有，对。就其实你算制作来说，应该是以前 PC game 才会看到的一个等级。对啊，对啊，对啊。然后现在其实，在手机上面，手机上面都会看到了。可是因为手机使用者很多，等于很多，有些现在不一定会坐在家里打，不一定用电脑打电动，对啊。主打一些不一定用电脑，手机普及。对啊，手机人普及，很多人都使用，就基数大嘛，比较好让人那个受不了去转。对啊。而且手机的传播力很高，比如说我跟你好朋友，然后我就直接拿过来，看这个游戏还不错。啊，如果在玩电脑游戏，你还要传个影片，对，或是干嘛，或是邀请到家里来才可以传播出去。觉得是传播力上面也是有差，好像。干喷口水。僕に任せて。看这几只兵魔的角色看起来都蛮猛的啊。对。对不吹。哎呦。但他还要回避，真的？嗯，变这么高还要被回避？没错，几率问题啊。等一下，没有反击。没有，没有反击。我需要是设回避的几率。然后他之前他们还有一个那个
类似工会战的一个系统，工会打工会，然后就是每次碰到都是五打五这样子，然后看你们去得分。五个玩家打五个玩家，没有，就是五只啊，他这一排是五只在里面。嘿，400多还好吧，血都没看到。他刚3000多，有被打3000多，可能没有练，可能没有练等级吧。这，他每个都有那个三星可以拿，有条件的。跟最起来任务是吗？没有队员倒下的情况下过关，以较少行动为过关，或使用必杀技最后过关。我那时候都会这样子，必杀技最后留下来。哦，留下来收尾刀，因为他。三星就可以拿一个抽卡那个上网，类似有行抽。对对对对对，不是有一抽。三星我记得是他都有个好的宝箱，那里面有可能是那个圣王石，圣王就是拿来我们刚转蛋的那一种，对。所以都会稍微打一下，特别打一下。哇，金刚。进广告了，进广告是不是？哎呦，这么早、啊，好。那最后再宣传一下我们吼天下 Saga 苍之集团的好看活动，在指定评论中回复玩家的 ID 就有机会抽到我们苍之集团的抱枕哦。那活动到10月2号为止，不要错过。那先谢谢有力，帮我们 gank 了，等一下加油啦！因为现在才知道，真的，所以等一下请继续收看，今天才知道。我们拜拜，拜拜。